时2000亿。瞎说，我这不活得挺好的吗？那你今天准备发啥游戏啊？以前呢，我靠着游戏和社交两边倒流，左手卖版权，右手推发行。比我有实力的没我人头多，比我人头多的还没出生呢。我呢是顺顺利利就成了世界第二，还用发行渠道卡死了所有比我做得好的同行。咱先抄，不行咱就把它买了。在中国，如果做游戏能发，那只能是我。可直到去年，有个叫米哈游的，他不仅拒绝了我的收购，我做技术不做买卖，不卖我等着玩完吧。他还靠着自己研发的游戏一个月挣了16亿。哎呀，怎么就能有我收不来的公司呢？于是我一边疯狂撒钱购买各种 IP， 一边花式增加活动力度，倾销皮肤道具。谢谢。可结果没想到，好了，回去等通知吧。这不仅版号限号了，游戏只能上线不能挣钱，而且之前收购的项目还囤了一大堆。老板咱发布吧，不发就过期了。老板不能发，因为付费贴本做的呀。不能发，不能发呀。即使我过了